没有信心。我是白菜的扮演者，心扉好像从山丘那一刻起，我又变回了演员心扉。北京时间6:05，时装部今天终于上线。哇，这个是白菜出场的。嗯。哇什么哇？哇，这个是白菜出场的那个造型。今天要改了，要改白菜。啊，白菜改黑化，黑化改白菜。人家有人说过，就是盒饭很好吃，这个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。剧组真的是会到大家非常非常非常饿的时候才会放饭，因为大家都在赶时间，所以拍戏吃饭真的是很纠结的事情。但是我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谢谢大家。手写的，好了，我走了，爱你们哦。烈焰之舞刚进，我们杀。